我也不说话。这个音乐会呢，对中药理篇来讲有一个意义，一个意义当中里面来讲的话，就是我们根基营造有幸能够参加孙运璇前行政院长的故居的一个整建。因为孙前院长过去他是一个非常就是节省，同时也是一个很务实的一位长子，所以我们在过程当中里面来讲，同仁都是一位非常用心，也非常感恩，也非常的能够用心的把它做出这个样子的来。我相信很多人看得很朴实，也许这就是孙院长他过去给我们下一代留下一个最好的一个铸造。第二个方式里边来讲的话，由于这个基金会里边全部现在都已经完成了，所以因此里边来讲可以给国人当中展现过去孙前院长对国家的贡献。孙前院长他可以当做我们今天社会乃至以后社会的人士的一个标杆学习的对象，所以我觉得这件事非常有意义。我们今天来举行音乐会来表达这件事情对他的感恩，同时来讲的话也邀请今天在座的各位贵宾，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晚上的这个音乐会。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就是西洋古典音乐就像在盖房子一样，它的结构的声音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听看。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color structure， 那在音乐叫做和弦。那有了这个结构以后呢，我们要开始有所谓内部的这些装潢东西，有一些所谓装饰性的东西。这是巴洛克时期最常用的所谓的装饰奏，所以我们加上小提琴以后呢，就变成这样子。好听吗？这宣气的。然后呢，通常呢，我们主题的话一开始会定有个主题，然后这个是变奏乐，最后呢它会有一个什么所谓的 coda， 也就是收尾的 statement， final 的这个 statement， 那呢就会小提琴跟钢琴一起在演奏我们刚听到非常非常那 majestic 非常庄严隆重的那种教堂的声音，我们来欣赏一下。所以呢，我们现在就开始先来欣赏这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的巴洛克时期的音乐，谢谢。
纪念馆能够成立已经是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感动。我想没有一个家人啊能够奢望他的长辈能够有这么好的一个纪念馆，所以我们家人非常的感谢。然后又在纪念馆成立的隔天就有这么好的音乐会哦，然后这个音乐会又是由我们马董事长所提出来的。马董事长就是我们这一栋漂亮的房子的这个筹建的单位哦。马董事长为了这栋房子花了很多的心力，大家可以觉得这栋房子非常非常漂亮，所以今天真的很感谢。父亲是非常喜欢音乐的人，如果他知道在他的纪念馆成立的时候有这样一个纪念音乐会的话，他会非常的感动。我相信老人家在天之灵是非常非常感谢你的。那今天还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十一月是父亲的生日，刚好今天是十一月的第一天嘛，哦，所以我们是也谢谢董事长很用心的还准备了一个蛋糕要给父亲，我们是谢谢我的小孩黄兆琪跟我一起来玩。